嗨，大家好！防疫在家玩什么？今天 Winnie 的妈妈要推荐两本，一样是毛毛虫点读系列的歌本哦。一个是 SSS Super Simple Songs，另外一个是廖彩杏书单120首歌的点读精选。那我们先从 SSS 开始听听看吧。它的封面一样就有，已经都有做。这次封面的目录有不同主题的，比如说像睡觉的、培养睡意的、认识 A、B、C 的，然后都可以点。非常多。然后还有分难易度。听了真的昏昏欲睡。大概点几首给大家看看。然后这个是数字的。社交的，知识百科的，全部翻给大家看看。颜色的，动物的，动物主题的，再来是一些行为表达的。非常多食物的互动游戏的，总共超级多的，还有节日啊什么，这本非常值得入手。这样子，节日的好，那另外一本是廖彩杏的书单，它里面的歌就稍微少一点，然后有一部分是讲故事，那对于年纪小的较小的小朋友来讲，就会比较没有兴趣，他们还是以听歌谣为主，翻给大家看看。这本是廖彩杏的。好，推荐这两本可以在家防疫在家洗耳朵，用英文洗耳朵的两个歌本给大家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，有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按赞哦，拜拜。